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永清汽车的浩浩。那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一台是2017年福斯提供的400 TDI， 也就是柴油的版本。那它是有 R Line 套件的，所以外观会比较动感一点，跟旁边叶子板也有一个 R Line 的那个名牌。那前车主换上了17寸的那个米其林轮胎，然后也还蛮新的，所以回去也不需要再做额外的花费。那整体看起来它应该算是蛮帅的休旅车啦。那后面的话，它有配电尾门的部分，所以一键就可以让它开启。那这边就是后车厢的部分，那一样椅子可以做倾倒，然后关闭尾门一样也是按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看到它的仪表板是全液晶屏幕的，那它中间可以做一个地图的显示，你可以在自己按照喜好去做切换，有很多的功能。那左边部分的话就是 ACC 跟车，然后右边是音量的调节。那可以看到中控一样有个大萤幕，一样地图跟一些资讯都可以在这边做显示。然后冷气的部分呢，有双区恒温都可以做调整，双边都不可以做不一样的温度。那这台车是试传的，所以它有做一个模式切换的旋钮，都可以做不同的模式，像雪地、道路或者是山区。然后这边有自动停车的功能。那打开引擎室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一具就是 2.0 的柴油引擎，然后整体引擎室相当的干净。然后这台车是原版件的，然后我们也有做 ES 的认证，所以都可以有认证书可以提供参阅哦。那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一台就是2017年福斯提供，它是400 TDI R Line 的版本。那我们现在的售价是968,000。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永清汽车找我，谢谢。实在就是 SUM。